现在是人口的问题，是吧？人口的问题要怎么上去啊？哦，我写写。我的顺序一样错了呢。讲完了，讲完了。现在我们讲火焰的军团特效喽，非常的漂亮。哇塞，粉粉，就是那个粉粉很美啊。足迹啦，足迹啦我以前一直不知道那个怎么讲哎，那我都说是粉粉，然后其实那个叫足迹，足迹我超喜欢足迹这种东西的，希望每个游戏都有足迹，被抢了。你现在是缺什么？缺食物，怎么这么缺？其实我可以十连招了。像我不知道一直抽可以做什么。基本上，他说可以转换英雄，是哦，这集就到这里哈。